一波七啊啊！哦，18,089，那没问题了，一波七，对，画面就是这样。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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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！ 哦，为什么听不懂？哎，那你就像我讲的，当你看到我的队伍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千万不要问我说为什么不放你那队，你要想想为什么我放这一队，思考一下。有些时候，善用手中卡牌，发挥最大的效益啊！懂我意思吗？不懂是不是？我马上示范给你看。我马上示范给你看啊！魔术方块，第二关是不是？两 combo， 这么弱，靠北还真的有点弱。全体攻击，我来示范给你看，为什么不放三五？为什么不放三五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变白金不放三五？为什么呢？哎，过了再说，再过了再说。当然，这时候你一定很满心期待的希望我千万不要过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我没有过，你就不晓得为什么我不放三五了。您说是吧？我现在一样应该是清醒的吧？应该是 ，I think。Maybe， 这样。哦，故意轻轻的弄他一下，故意的。哦，现在可以重重的弄他一下、哦。看到没有？用八风就是明智抉择了。对，绝对不会转错。八风25秒两吸哦，哎有吗？我没有两吸吧？啊，刚刚两吸是故意的，对我没有一定的，我认为对我是没有一定的啦。那善用手中卡牌才是最大的。那很多玩家他有习惯他自己的卡牌啦，那白金也有习惯自己的卡牌。靠北弄你的 chip， 刚刚是撞到不算了。在哪一关？第四关哦，第四关第五关强化盾横直上强化盾，下一关强化盾哦。哦、我认为没有绝对哪一队一定是哪一队强啊，没有一定的啊，但是能通关就是好队伍，要记得能通关就是好队伍，能怎么样？对，通关就是怎么样好队伍 ，yes， 哦，出一波哦，全部满技一波带走哦，一波带走哦，因为八分网可以让我有更多思考时间哦。虽然说好像也有点会转错了哦，不过没关系。哦 ，OK 的啦。八风二吸，老马示范一下，属性越多会需要注意。八风25秒，回过老人家没什么队友人选，目前的玩就是暗吸啊，吸下也 OK 啊。台柱长得真帅，没有，还好，就比超明帅一点这样。对。不过你说会用三五，我自己是觉得蛮压抑的。三五应该是不好过才对。不过你既然有这样讲，代表你可能已经过了啦，所以我就是也会尊重你的配法。哇、啊！哇靠！他把我强化柱转掉哎、欸！新珠记得转掉哦，各位。为什么？因为下一回合就没新珠了。木珠是一定势必要留的，这不用讲了。因为没木珠你就没办法做强化，没办法做强化了。熊二干嘛惊雷啊？
靠北啊！刘牧哦，刘牧哦，刘牧，干！的好啊哈，干得好，干得好，好样的，加薪加薪加薪，这一定有加薪的。应该是不会两次了哈，应该是不会连续两次吧。那不是只有加薪一次哦。哦，天降，再见吧。逍遥同你打天下，漂亮漂亮。哎，只剩两颗木。这就是八方的好处哦，可以让我有很多的思考空间。25秒应该就算茫茫的，应该还是 OK 的哈、哦。哎，附加枷锁过了没啊？哎，还没。你怎么打那么久啊？我是不是拖了一点回合数啊？刚才你叫我记得要提，记得回合数的问题、欸。才刚讲完我就忘记回合数了，是不是？打很久、喔，现在才到第七关而已、欸，怎么这样？他一开始几回合？55回合哎、欸，我是不是吃掉太多回合数啊？开木哈，附加消除已经过了哈，知道为什么打那么久？是错觉吗？安娜住木栅吗？那怎么下大雨了？假木栅下雨？没有，安娜说台北是山区啊。哦，练完双八方没再出场过，双八方可以啊，双满八方 OK 啊，还不错啊。斜转哈，我看到这个斜转的水准我们还是有的哈。有没有他那个斜转？没五烂哦。过来 ，OK 的啦。在等的第六关不要没有消到火木强化，第十六关为什么十六关要消火木强化珠？没有啊，第十六关要强化珠啊。哦，这时候我靠，木还没那个哎、欸，我想一下，因为它缩时而已，它不是线，所以基本上是可以没差、欸。木开不开关不关没什么差、欸。直接读好了。对八风而言，他是不影响的啦，我必须这样讲。看他打哪一只就打哪一只吧，我就不想理他了。哇，右边那个是骷髅头哎、欸！我靠北啊！对啊，用这只就对了，因为我现在状态不太适合玩那个正常的队伍。靠北的花鼠为什么一直乱？1 2 2 4 5 5颗，5颗，你好你好，
深夜看大雨，看白天很有 feel 的。等下我这个电脑怪怪的呀。等一下 Twitch。等一下、哦、各位，因为我现在思考会比较迟钝一点点，所以我本来要做事情，我会想思考一下。斜转都超紧张啊，这一队怕强化盾，要注意一下。其实还好，也不能说怕，你只要转一颗出来应该就可以了。哦，哎、欸，点到人家蹲啊，干五颗会不会过啊？1893270哦，来，我们看一下平板线到底现在是不是哈？计算机看是不是算不算出来啊？看，我差点摸到萤幕哎！1、2、3、4、5颗哈，5颗，看到哦，23.05先输了。305先 OK 哦，1407 1476 1542 1356哈，1356 0000 一 combo， 手转7就好了，因为有木屋加4 65 65 65 65 65 65 65 16倍，看到这个输了吗？16倍加上 1.5 倍、哦、24倍、哦、中间20 20 20 20、哦、这样算很快、哦、这个就当作是4颗，这是4颗，所以可以打多少呢？可以我算进去，哎对，这是这16倍，哎不是，哎这除以2 8倍，我一打1318668，哎、欸，这样你看到吗？那算那么爽，我都没看到。注意看哦，啊、哦，哎、欸，哪里？哦，手转七钢包，1311000哦，1311000，它多少血量？它多少钱？我靠，被189万。因为他189万，所以打不死啊。那你现在打出来是多少？131万而已、啊。就算转八钢尾，木法沙个亏了。我不然搞骗。真的啦，木法沙亏了会贵啦。我嘛真会贵，后边爱用啊。想骗我机器？啊，你现在没有用，后面就死。前面你根本都不会到后面、啊。没有，我只要两抗波就可以了。看好，看好。两康波，喂，下面三康波，有没有两组？1、2、3、4，两组木珠哦，不一样了，现在情况是不一样哦。两组木珠是六颗喽，六颗，火珠变五颗喽，这样打出来是多少呢？1718，他也不会死哎、欸，他不会死哎、欸，好悲啊！为什么会这样啊？八康博吗？干我没把握哎、欸。八康博哎，我算一下有没有八康博。水一康博，火一康博，木两康博，光一康博，暗两康博，心刚好八康博。克数算啦、啊，啊八康哎，靠北我省点，因为现在有点晃神。火的五颗。
不是有两个火的五颗吗？火的五颗，水火五颗啦，水火五颗啦。我看有点危险哎，干实在这边干靠北。好，请问各位观众，一的直接打，二的开机，一还是二？一直接打，二开机，请投票。刚好巴西我知道，只是转不转到。水火，二开机哦。一是直接打哦，大家都说开启耶，消无锁有消无锁，所以我目光暗啊。大家都说开启耶，因为死啊。开启哦，好 OK 啦。不过现在开启的顺序要开这只啊，沙利耶，关。开，用第一个就好了，第一个效果一定有费，再开这五就可以了。搞不好我还是转手转我 combo 啦，好不好？水跟火左边五颗哈，我们先转火的哈。林老师啊，少一康哎、欸，我有 1.5 倍，我是还蛮有把握的，我觉得我不想动。有 1.5 倍，又八康宝，稳死，那稳死，刚刚好哎、欸，妈呀，太刺激了，被吓醒，这个时候还帮我算数学嘞，开玩笑嘞，干你！真笑哎，你家呢？干，我刚还没开看那个直播的那个画面。我、哦、现在好热哦。你要删哦，不行啊，会 GG 啊。现在全版冰冻哦，全版冰冻。干，我能量没消掉，有两颗消不到哎、欸，好像没辙哎、欸，哎，没办法，消不到就消不到。靠北，他不死我就要死哎、欸。一二三四，干你没有巫术啊？对啊，九醒方式最快就吓醒了。哎、欸，怎么变那么难打、啊？二四，一二三四六七八，八颗木，还没火出哎、欸，有点危险哎、欸。我就是零哎、欸，我只要手转八康宝多少血啊？190，靠背啊，温死耶！190几万而已、欸。哎，开机，开机了，一定要开哦。水、火、木、光、暗 ，OK 哈 ，OK 哦 ，OK。OK。为什么要水火木光、欸？因为巫术啊，巫术打他会痛。这巫术是条好汉，干你家的球嘞，干怪怪。自己唱的就有点心虚了吧？我就说你有冰冻腐蚀的障碍吧？没有冰冻腐蚀，再看他一定是个障碍啊。
累计交出引导部哈，第十回合。嗯，看可以偏一点回合出来。暂停一下哦。哦，很烫哦。Thank you.真的是醒了呢哈！一康哦，哎不行，这要转四康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想要补血。一二三，还缺一康四。不要天降魔，灵脑魔，还没补满，这要尽量转没关系，因为他没有强化扶持，所以打他更不会痛。哎、欸，我刚真的被吓醒哎、欸！先换金，不要晃神，集中精神打骨骼。谢谢你，谢谢你 ，You love you， 谢谢我们干爹。好，集中精神，集中精神，一波带走，哇塞哇塞哇塞，我知道你意思。啊，小五颗，好悲啊，他自己给我天降、欸，这有点犯规、欸。我个人认为，第一关我就看他赌博，因为绝对不会五十颗。我自己的判断了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四五六七八九，九这样整版，顶多三十九没问题，因为我这样可以早点让阿赌博技能跳起来了。我的想法是这样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。对啊，因为我阿赌博 CD 要赶快让他跳啊。这样有没有？这样是五加四，然后缺两颗嘛，哈，九加二十八了，哈，九加二十八了，哈，三十七啦，哦，漂亮漂亮，加阿土伯 CD 就赚到了，哎，我的想法这样，九加二十八，刚刚是整版的哈，有点黄色，九加二十八，三十七没错，加。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五四十五而已 ，OK OK， 全版销哦。专心打哦，专心打。哎，对他刚是说专心打嘛哦。对，不要分心，不要分心。哎，五六七八，三七加八。四十五，再五颗就解决了。我会再绿一波，哎，再绿一波。对吧？这样对吧？绿一波嘛，哦，只差五颗啊，妥妥，三颗而已，还好。OK OK。哦，算好就没有问题哦。哦，原来醒酒最好的方式啊，告诉各位啊，就是干杯七杯戏啊，你就会醒来了。拓拓吗？阿土伯还赚了三回合。加零。哦，下一关小心哦。每次都死在这一关。二四六八九颗哈，九颗来剩一个哈，九颗，九颗哦，只要我把它当一康波来算好了，手转七康，打多少？175万，可以一波带走。不过我认为沙利叶应该先开，对吧？对吧？对吧？木可以先关嘛，沙利叶先开嘛，哦。哎，不对，不对，木的贝利不见了。25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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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89万7耶，木屋关掉的话89万7耶。
木屋关掉的话89、欸、OK 啊 OK 啊，连沙粒我都不想开了、欸、不过好像不太适合，因为后面附加家族技能重置有点麻烦，我1.5倍给他灌下去好了。基本上今天沙利叶就是 top one 哦。哎，我是不是缺属性啊？好像有缺嘞，缺光珠。阿姆的后盖在亏沙利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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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沙利叶。缺火，不用了，一波就带走。我开沙利叶。沙里沙里耶，沙里沙里耶，沙里沙里沙里耶，沙里沙里沙里耶，沙里耶沙里耶沙里耶，越攻越强呀！带我一波带走！我靠，你老师哎！怪没戏耶，小整版就对了，因为下一关你会需要水珠，不木珠啦，攻啊小，你要发现我现在应该比较清醒哦，应该有了，我刚吓醒了，应该是过了，应该是过了，不要乱讲话，回家要剑装，越攻越强哦。木珠来多一点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颗哦，还好没他耳机。棺木有关的，谢谢。这样也能上，两组金转高康哦，来亏嘞木个亏嘞，亏嘞。其他任务哦，乌哦拓拓哦，转波跳技哦，能带走就带走，不能带走就是不能带走，废话，干，这还要你说？哎，缺暗哦。欸，真的缺暗欸，真的缺暗欸，添加一组按住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漂亮啊！漂亮啊！左边那为什么没有五颗啊？没关系啊 ，OK 了。咕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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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看我楼子再喝2杯。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还是懵哎、欸，我现在起来动一下还是会懵哎、欸。带点气，那么多你改啊！我技能全掉了啊、哦，拓拓了，一回合，拓拓。但为什么讲拓拓手就忽然间不知道在转什么了？拓拓啊，拓拓啦，手转八杠步。哎、欸，三个木珠是三小朋友啊，木啊。应该这时候是不会断心珠的现象了，照合理来说的话啦，对，虽然说他常干一些不合理的事情，对我们也是有点习惯的，对。这时候我的反应还告诉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 combo， 我们要把那个心珠有没有，不要让它消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小心它断珠哦，哎、欸，所以我做了一个8 combo 的手转，流心珠啊，各位，这是诀窍、啊，看到没有？一个老布啊，操！你要逼谁呀、啊？你要逼死谁呀、啊？啊？你要逼死谁呀、啊？啊？这是要逼死谁啊？叠住一下哦。
天降啊，漂亮啊！灌灌灌灌灌灌灌不过去。干，哎嘛，就可怜。靠背啊，这个来一个双重的哦，五五波有没有？双倒 L 转法哦，再来一个水柱再加持一下哦。干，都不天降哎！守卫附加永久消水攻击弱化剩50%，我知道嘛，一堆水嘛，我在。木屋现在可以关哦。消，再开木屋，大概是这样一个节奏了哦。用力灌他就对了。不过我现在不能攻击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现在跟他强化木，要强，嗯，没差，我做5颗就好了。冲啊小！牛肉夫又已经提醒你了哦。啊，平民百姓啊，平民百姓啊，哦，只要做5颗，下一关就有强化猪了，不用担心。漂亮，这个伤害够了，这个伤害够了。再来一个古墓哦，5个老墓啊，告诉你最专也是可以通关的，我跟你讲。OK 吧 ，OK 吧。哎，下一关有什么东西？强化腐蚀、锁木、恢复。OK 啦。看来就是一副过关的样子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应该是啊。声控型是不是？龙科不要再909，应该不会的。强化盾嘛，我在。哎，他没锁哎。一样腐蚀浅哎，为什么他没锁我嘞？哎，这么好哦，坏掉了、哦。哎，原本不会锁吗？不管，现在强化盾都要把它消掉，强化都要消掉，记得强化都要消掉，强化一定要消掉，强化一定要消掉，强化一定要消掉，很重要，所以我说3次啊，开，没问题嘛，强化全部转过去就过了、啊。那五颗木其实是想骗你去转5颗，不要相信他，不要相信他，不要相信他哦，一波哦，一波、哦，应该带你走吧。那个带不走，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阿赌博要开吗？靠北，阿赌博万已经卡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。5颗，不行，看阿赌博好像英雄无用武之地。木没有强化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它会兼具，它会兼具。我想一下、哦，应该是没关系啊。阿土伯就不开了，我们就留给他，让他在那边当他的阿土伯，好不好？不用精密计算，这直接一看就知道，手转就过去了。强化珠记得消掉哦。强化猪记得消掉啊，平民百姓！有没有什么猪没消到？应该都有吧。锵锵锵锵锵！带走！嘎锵嘎锵嘎锵！噔噔冰。请各位再给我一波七，告诉各位有个关键哦，现在我超清醒的，关键是什么？最转加上八分，不是、啊，关键是什么？一波七，谢谢各位，一波七，要刷的比昨天那个速度还快哦，
一声，了解吗？一波七，我转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嘴巴不开了，一波七，刷的比昨天还夸张啊！啊，没有比昨天夸张，应该就 GG 了。哎，对对对，请各位一波七啊！好悲啊！要刷的比昨天还夸张哦！哎呦喂，你娘的几百！罗克麦中，不要跟我天降五颗哦！一七 combo， 你瞧不起我看？一波七啊啊！哦，一万八千八九，那没问题了。一波七，对，画面就是这样。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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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！ 哦，最转 KO， 谢谢各位，漂亮漂亮。今天这波七刷得好，刷得好。哦，那个画面就是要让那个什么字都看不到，我只看到七而已。我看有没有看右边有没有看？各位看到右边，漂亮，这波七刷得好，刷得漂亮。送啊！有没有爽快？今天再有没有爽快？爽快！这样明天地狱比较好拍了。哦，对啊，但这不行，这刚才太刺激了。哎，好，小光被死了。胸部一定要舒服啊，可以靠过，让你们的兄弟虐你。现在是阿妈摆过山，跟你讲，不要想太多，阿妈会生气。哎 ，kill， 靠背啊，我还没他妈殴打你就死了。